玄密塔碑。玄密塔碑全称唐固左阶僧录内供奉三教坛论隐驾大德安国寺上座次子大达法师玄密塔碑铭并序，简称大达法师玄密塔碑，唐裴修撰文，柳公权书并撰额，由客御侧官邵建和及弟邵建初捐。玄密塔碑立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张志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教育书画协会副会长。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讨论柳公权的楷书《玄密塔碑》的临写方法。在介绍他这个碑的临写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柳公权这个人，以及楷书，尤其是楷书的发展到柳公权，它形成它的流体楷书的特点是什么？大家知道，唐朝是从公元618年建立，到公元902年灭亡，它存在的时间是289年。那么唐朝的盛世是从唐太宗的开元年间到这个唐玄宗天宝是这个时期这一时期是他的盛世。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天下就乱了，所以唐朝走向衰落。那么衰落之后，所谓的藩镇割据就是中央实权这个情况呢，又拖了100多年的时间。那柳公权他的出生是在中唐以后，他是公元778年出生的，到公元865年去世，他活了88岁，在古代的书法家中，柳公权也算是很高寿的一个人了。那么柳公权呢，他是山西耀州人，就是现在的山西通川市下边有个耀州区，就这个地方的人。那么他的家世是在唐朝可以讲是个官宦世家，从他的爷爷开始就是朝廷里的官员叫刘子温，他的父亲叫刘正礼，他哥哥就是柳公绰，大家一般都知道他是晚唐时候的一个朝廷重臣，是吧？所以从祖父、父亲到哥哥都是朝廷里的重臣，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所以柳公权的教养学业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他也是在31岁的时候就考上进士了，到他88岁去世，一直在朝廷里做官。讲到柳公权的这个书法，就要对书法史上楷书这个发展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过去一般的人都知道说楷书历史上有四大家，叫颜、刘、欧、赵，其中三家就是唐朝的人，是吧？颜就是颜真卿，刘呢就是柳公权这个人，欧是欧阳询，赵是元朝的赵孟頫，这四个人。但是书法它其实不可能仅仅就只有四个这样写楷书写得好的，所以我们对书法怎么叫好它为什么能被后世的人这么重视，尤其是楷书，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到东晋的时候，王羲之和王献之才真正把楷书写好了，但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留下来的都是小楷书就是小字儿。王羲之现在留下来的主要楷书的作品呢有四种，一个就是大家知道篇幅比较大的《黄庭经》，据说当年就是他换白鹅写的那一卷经。另一篇呢是他给王献之写的字帖，叫《乐仪论》一篇文章第三篇就是我们知道的《东方朔画像赞》，还有一个叫《孝女曹娥碑》
这四篇。另外就是王献之他的儿子写的一篇文叫《洛神赋》，但是《洛神赋》这个文章呢，是曹操的儿子曹植写的一篇美文，王献之把它用小楷写下来，但是这个整文啊，王献之写的整篇的小楷的书法早都没有了，现在只留下来13行字，啊，是南宋的时候刻的，啊，据说是贾似道最早把这十三行字保存下来，然后刻到石板上，这就是后来传说的这个御版13行《洛神赋》。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他们写的楷书都仅仅是小楷，也就是说虽然他是王羲之是书圣啊，王献之天才也很高，但是他们都没有大楷书流传下来，是吧？这种小楷书呢啊，有它的局限性。同时在南北朝的时候，北方的书法家能把字写大，就是北魏、北周、北齐这一时期，尤其是北魏，因为他这个朝代存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也出了一批能够写魏碑这种字体的书法。那么魏碑呢，我们现在也把叫或者称为魏楷或者魏碑，它就是刻在石碑上和木质上的这些啊，是山体上的字儿。这种字写的比较大，但是很不规范啊，虽然有特点，它还不是标准的楷书，也还是楷书过渡时期的东西。所以到了南北朝灭这个这一时期过去之后，到了隋唐时期南北合并，然后尤其是到了唐朝，唐朝的书法家才能写出大楷书了啊，这是一个发展，也是个进步。所以唐朝基本上呢有6个人能把大楷写好，这就是初唐时期的四大家：欧阳询、褚遂良、玉石南和薛稷，是吧？中唐时期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这6个人啊，当然其他的书法家还有很多了，但是因为他们的特点不明显，一般在唐代就说这6家写大楷书的。那么到后来再从整个书法史发展的角度看，那么再进行淘汰，那么我们说楷书就只有4大家，这4大家就是颜、柳、欧、赵。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都是唐朝人，加上元朝的这个赵孟俯，这4家的楷书是最好的。那么楷书好不好，怎么评价呢？第一，楷书它有一个客观标准啊，点画呀、结构啊，更重要的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有个人的特点。这就像我们人一样，都是人，但是一个人要有自己的长相和气质上的特点，是吧？修养上的特点，这样大家才能把它记住。其实柳公权他在历史上留下来很多作品，这一本是最好的啊，是他的代表作。另外还有一个神策军碑啊，所以你要知道玄秘塔碑是他64岁时候写的东西啊。那么神策军碑写的比这个肥壮一些，倒是他在66岁时写的，其他还有他写的金刚经啊等等的其他的，但最好的是这一本。他为什么写的如此之庄重，是吧？我们知道写字是要有心情的，这个心情来自于他对于这个文章的理解，而这个文章记载的是一个人的事儿。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唐朝的一个大和尚啊，叫大达法师，是安国寺的一个高僧。我们过去称和尚为高僧大德，就是一定是很有很高的修行的人了，但是这个安国寺的这个大达法师呢，他又不一样，他是在晚唐时期的一个
在皇帝身边受皇帝非常器重和赏识的一个大和尚，是吧？据说他俗名姓赵，活了67岁，僧拉48，就是按照佛家的这个年历的计算，他是48岁，啊。那么这个人他是什么呢？他不仅是个和尚，其实他的职务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佛教协会的副会长这样的一个职务，啊，也就是说，唐朝长安城里有很多寺院和和尚，那么大达法师他的职务是什么？左接僧录这样一个职务，那就是说把长安城啊分成两部分，比如说左边这一个区域和右边一个区域，那么左边这一个区域里所有的寺院里的和尚，是吧，都归他管理，啊，僧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和尚的名册、注册啊，姓名注册，包括寺院里的这个僧职的这个任命补缺，都由他来负责，啊，说白了是一个不仅仅他是一个有道行的、有修行的一个大和尚，同时他也是一个替皇帝管理僧众的这样一个。这个官员，啊，另一方面呢，他又是在皇帝身边，可以讲是陪皇帝谈论佛教佛学，或者在宫廷里做法事的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大德，啊，还有一个职务是皇帝出行的时候，他在前边引驾，就是在前边这个做前导引路的，啊，这个事情叫引驾大德。非常了不得，同时他又很有学问，学问有多大呢？就是三教谈论，啊，皇上有时候要讨论学问问题呀，中国的学问，古代讲就是儒家的学问、佛家的学问、道家的学问，这是三大思想文化体系。那么皇帝有时候要在这里讨论儒释道三教的学问的时候，那么作为佛家这一支的学问，就是由大达法师在这里啊，同皇帝来谈论，和儒家、道家的人来交流。柳公权呢，他第一在皇帝的身边，因为皇帝宠信佛教，一般啊，朝中的大臣都宠信佛教，啊，也就跟着皇帝的是吧信仰来信这个东西嘛，啊，他对佛学应当也是有很深的啊了解的。所以他首先自己对这个大达法师有一个啊内心的一种尊敬。同时这篇文章的写作者也不简单，叫佩修，也是朝廷里的一个重臣高官，所以这可能实际上是皇帝安排的事情，是吧，要写这么一个碑文来纪念这个大达法师。所以这个文章本身就是一个很严肃很庄重的事情，所以柳公权他用尽了他自己的是吧这个就可以讲就是这个权力来表现他的书法，才把这个碑文呢写得如此之漂亮，用书法表现得如此之美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现在我们讲呢，一般练字帖的人就是只一个一个字的去找写来写过来啊，就照着描就行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想把一本字帖要写好的话，尽量要了解这个碑文的内容是什么，这样了解了之后你会有一种不同的心情，才会知道他这个字啊，他每个字怎么写，包括这个章法呀、行气呀，它其实基本上都是和文艺连贯的。比如过去说这个玄秘塔碑它有多少字呢？大体上有1313个字，啊，不包括那些缺的几个字啊，我查了一下大体是这个数。那么古人评价这个碑写得非常严谨精炼，从头到尾1300多字没有一个松懈的，这就需要你有一个很大的劲头才行啊。这柳公权他做到了，所以你要不懂得这个碑文的含义的话，我们一般人写几十个字到后来可能就松懈了，
是吧？啊，心劲儿没有了，字就写松懈了，啊，所以了解这个碑文的内容很重要。我们在这里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么好在现在啊，大家要学习这个碑文的也很容易了。比如说，你去查一查过去的书，过去有一本书叫《唐文粹》，粹就是精粹的粹，唐朝文章的精粹，里边就有关于玄米塔碑的这一篇文章。哎，你可以找那个读，然后再去查一查它注释里边啊，这个解释的一些你可能不懂得的这些字儿词，把意思给搞明白，这样你的学问修养也增加了，那么再来写这个字的时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写书法尤其是楷书，第一，我们从零开始的时候还有执笔和运笔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就是点画和结构。那么毛笔的书法在自古以来它讲究执笔的方法，它要求你写字的时候毛笔要竖端了，端到什么程度呢？直如引绳，就像一个绳垂下来一样，这样才可以。你不可以过分倾斜，说我想拿钢笔一样倾斜到这么45度啊，或者这样就这么啊这么写，还有现在还有这么拿着写的，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慢慢到写的过程中再来讲它为什么不行。那么为了能够拿端正，毛笔能够竖端正，怎么拿才能端正呢？所以你的手应当是这样的，你看这么拿，然后用这个抵住，说过去讲有5个字叫艳压格勾底，是吧？2个指头在前边，就是你的食指和无名指啊在前边，然后后面的2个指头是这样，这叫格，就是顶着啊，这个帮助它起辅助的作用，大致在这个地方。这样拿起来之后，你看手腕子这个地方要是空的，这样拿也不能把这个地方捏实了啊，所以要留有空。空是为了什么呢？当你写字的时候，你的手啊，这个毛笔的笔头有回旋的余地。然后为了把毛笔杆支端正，所以腕要平，手掌要竖起来，这就是正确的方法，是吧？啊，这样写字的时候，一般来讲，哎，这个字啊，就比较能够写笔画，能写出立体感，字呢，也能写得比较，这个结构比较稳。所以执笔的方法很重要，这个执笔方法正确了之后，现在还有一个说啊，你的执笔是高啊是低啊，说过去讲这叫高捉管，捉就是捉拿嘛，就是我拿这个笔杆支得比较高啊，这如果是在这里这叫低捉管。其实高低不是它的问题，它是根据你写字的大小来确定的，根据你写字的这个大小需要来写。一般写大字的时候适当要拿高一点，比如说我写小字自然要拿低一点啊，这个就无所谓了，是怎么方便怎么好，但只要保持了你这个毛笔杆竖直了就比较好。这是执笔的高低的问题。那么一个连带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讲的啊，执笔呢有几种方法，一个叫枕腕，就是把你的手腕子放在纸上，这是写小楷的时候，这个毛笔写小楷已经大了，是吧？这个手腕子挨着纸来写，只用这个指头来用力就可以了。那么另一种就是你的手腕子悬起来，只用这个轴这个地方顶着桌子来写字，这样的话这个字相对来讲就能写得大一点。那么再一个就是悬，这叫悬腕，是吧？然后把这个地方也悬起来，这就是悬轴，就可以写更大的字了。说练书法这是基本功，是吧？必须要在这方面时时提醒你，我的毛笔执笔的方法正确不正确，我悬腕悬轴枕腕我能不能用上力，
要把这个练好了。有了执笔之后，就是正确的运笔方法也很重要，就是我怎么写这个字，毛笔怎么走啊，横竖点撇捺怎么走，这些呢是到我们具体的去讲字怎么写的时候才一定要明白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这里啊，执笔运笔，然后就要想到这个字该怎么写了。要想把楷书写好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练习，一个就是点画的写法，另一个是结构的安排。关于点画的写法呢，过去都是说有八种姿态要你去表现，然后用一个汉字来表现，来说明这个啊点画的特点。这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永字八法的这个永字。我在这里写了一个永字，他为什么要拿这个字来说明呢？就是这个字基本上能够体现楷书笔法的八种写法。过去人把这个点儿的写法呢叫侧啊，我们这就是点儿的写法。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横的写法，古人叫乐，这个乐就是勒马缰那个乐字，写横的时候大概是这么用力的，所以就像我们骑马的时候勒着这个马缰绳的这个动作，所以他用这个字来表现。那么这一竖，古人不叫竖，写奴隶这个奴字，从上往下用力叫努，努力。这个勾呢，古人讲叫提，它写成走字边，这边上面是两个学习的习，就是羽毛的羽，下面带一个锥字啊，这个字。他说勾用这个来表现，这已经有四种了。那么这一笔叫什么呢？从这个地方往这里用力，古人叫侧，就是策略的策这个字。其实策过去是指马鞭子。那么这一撇的写法，古人不叫撇，叫略，一略而过的略，就这个略字，是吧？这一点呢，我们现在就等于说是这样一个短撇，古人也把它当作一个特殊的笔画，用这个拙这个字来表示。那么这一捺，我们现在说的捺，古人叫拙啊，这个拙本来是砍断的意思，是吧？就像切东西一样，哎，把它切掉，是吧？这个动作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八个字，八像代表它的八个点画，在下面的临习中呢，我们不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归类，但基本上对这些点画的写法呢都要能够掌握和表现出来。那么下面呢，我们临写一段柳公权的字，给大家一个感受。
这一讲就到这里。我们在这一讲里主要是介绍了柳公权其人和他的楷书，以及楷书这个它的发展演变到柳公权这个时期它的特点。这一点我们就是基本上介绍了执笔和运笔的方法，让大家明白写字先要在这方面要有一个常识性的准备。那么从下一讲开始呢，我们就具体进入，是吧，这个柳体的点画的写法。下一讲主要讲点的写法。谢谢大家。